相见小溪到水泥丛林，不论何处都有受伤心灵，心变了千山万里，空了行囊满了心，我带着爱前进，在最需要的地方扎营，带着你的痛，带走你的愁，用爱一针一线痊愈伤口，眼泪飘落在我白色衣袖，你的难过我感同身受，带来你的笑，带来你的梦，用爱一分一秒痊愈伤口，宽阔的心能为别人分忧，丰富了生命之旅，你的笑让我感动。如果有一天每种痛都成过眼云烟，把希望种心田，让慈悲的泪水灌溉出幸福笑脸，日日夜夜带来你的笑，带来你的梦，用爱一分一秒痊愈伤口，宽阔的心能为丰富了生命之旅，你的笑让我感动。学姐，夜饭来了。夜饭啊？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来谁？对不起，帮你们上座。哎，谢谢。请慢用。谢谢啊。不要想上班的事情，也不要想体重，尽量吃，别客气。当然啊，又不是你请客，一定好吃。今天呢，是露露姐为了慰劳大家的辛劳，特别请客。大家要尽情享用哦，才不辜负他老人家一番心意啊！嗯，哎哎哎，什么老人家？其实今天呢，是要谢谢大家这一阵子的共体时间，还有啊，就是昨天那场车祸，大家不管是下了班的、交了班的，都回来帮忙，我真的很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谢露露姐。大家多吃一点啊！而且呢，最重要的好消息是，几个重伤的病人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都从鬼门关前抢救了回来了。光是这一点呢，就值得我们自己按赞了。你们啊，真的都很优秀。今天的聚餐呢，除了是露露姐要慰劳大家辛劳之外，还有。我们要祝福即将离职的同事，艾萱。祝你在未来鹏程万里。学姐，鹏程万里。不用啦，不是啦，是永浴爱的白头到老。白头到老。吃啊，哎，吃啊，吃啊，别客气啊。竹妈怎么没有来啊？开急诊室，我要跟她换班，让她来，她就做不要。哦。竹妈个性就是这样，对工作总是一板一眼的。哎，没关系啦，等一下呢就叫燕饭啦，把菜啦、祝福啦、苦水啦都抱回给竹妈就好啦。学长，怎么又是我啊？因为你是竹妈的爱徒啊。而且啊，你被电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啦。大家吃啊。吃啦吃啦，哎，不
才站起来讲话没几分钟，你怎么像蝗虫过境一样就把菜吃光了？拜托拜托，你们这些女生都还没结婚呢，给给我们老几光探听啊！哎呦，不用啦，大家都嫁给工作，不用探听啦。哎，学长，这边还有饮料了。哎，不用不用。今天是露露姐请客，我就是在点，你排好了。我懂。哎，帮我叫他们到我。尽量点，尽量点啊。露露姐，不好意思，那个。怎么了？我可以把离职申请书拿回来吗？你们还吃得下哦？加点这么多？当然吃得下啊，但不是我们点的。老板知道我们是急诊室的护士，特别傻逼死的。嗯，所以我们只点半排而已啊。嗯，对不起，提出离职申请是我一时太冲动了。那你现在想清楚啦？这几天，也许是感觉自己要离开了。突然非常珍惜在急诊室工作的时光，虽然每天还是超时工作，可是缺点也不感觉累哦。尤其是和大家一起工作了那么多年，培养了默契，大家曾经一起努力，一起开心，当然也一起抱怨了。可是这种友谊，怕我以后到了别的地方，就再也找不到。那你男朋友他这种同甘共苦的友谊，是他取代不了的，所以我想他应该能够理解。来，上菜哦。啊，就是你啊，帅哥医生。我刚刚还在看呢，你有没有来呢？啊，你大概忘了，之前哦，我爸爸进急诊住院，多亏了大家照顾，尤其是这位小帅哥，打针的技术好好啊，都不会痛哎。这边，那我帮你打完针喽。我以为男生都是出手出脚。可是你打的针不会痛哎，还好啦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巧哦。还有，我不是医生，我是护士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下子说错了，习惯了看到男性呢都叫医生啦。不过坦白说，我爸说，他觉得医生打针的技术都没有你好哎。不会啦。老板，是当然的啊，因为医生是专门看病的，可是替病人打针是我们这群可爱的护士啊。有道理哎，帮病人打针哦，都是你们护士，病人如果住院呢，照顾的也是你们，你们哦，真的很辛苦，所以哦，不要客气，多吃一点，尽管点啊。谢谢老板。啊，那你们慢慢吃，我先去忙啊。好，谢谢。快点快点，我刚吃很好吃，快点，超好吃的。别傻笑了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们这种工作呢，是留给有福报的人做的。来来来，大家拿起自己的杯子啊！来来来。我有个消息要跟大家说，就是呢，我们的露露姐即将正式成为我们的护理长了。露露姐，恭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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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长，阿
拜拜拜。大饼，今天开会要准时哦。会啦，你放心啦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要不要顺便载你啊？学长不用了，我有骑车。好了，那我先走了，自己小心。学长，谢谢。嗯，拜。都姐。每天我不经意撒下种子，当我得到清凉，感到温暖，我回头，绿树已成荫。南丁周记。身为天生有抵御情感外显机制的男生，从来没有预想过自己可以跟病人建立什么亲密的关系。除了，但我这时明白了，医病间的亲密关系向来都是如素描一样自然生成的。学姐，学姐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里怪怪的吗？哪里哦？就眼神特别亮啊，然后整个人看起来比较有精神，跟以前比起来的话。学姐，我是很认真在问的。学弟，我也很认真回答你好吗？那，你的包裹。包裹？怎么会寄来这里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李彦范，进来办公室一下。一定是我今天没祷告。完蛋！露露姐。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？所以你是承认了，我想还是当面跟你求证清楚比较好。是我写的，露露姐，可是我知道你可能只是想宣泄一下工作压力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可是这篇文章恰巧被医院的高层主管看见了。露露姐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啊。从我刚到急诊室的时候，我们人力就一直很紧绷，尤其是现在工作又超时，要工作12个小时，又没有办法休假。对啊，我不是专业，又不是服务业。我们每个护士都非常的累了，在这种条件下去照顾病人，病人会有好的医护品质吗？而且我文章里面也有写到，一个护士平均应该照顾4到6名的病患，如果每增加一名病患，死亡率就会增加7%，这些都是有统计数据的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文章里面写的都是真实情况，没有其他半点夸大。我一大早来就接到通知，下午主管找我开紧急会议。露露姐，我跟你去开会。我跟他们解释，我来负责。跟我去开会应该没有问题，不过我现在更希望是有人跟我一起整理一份人力评估报告。你看到制度上的缺失，你不去沟通，别人怎么协助？主管当然也不希望看到我们第一线的急诊人员这么辛苦啊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影响到医疗品质，造成医病关系紧张就更不好了。所以这是算好结果吗？主管愿意全力协助解决我们急诊室的人力问题，不过你也知道，这牵涉到整个医疗制度、社会环境
对啊，范范，我忽然发现你还真的蛮鸡婆的哈，会纠正长官的缺失，会主动提建议给病患，还会发文申诉不平。不过这次还真的蛮谢谢你的，因为你如果不PO这篇文章，可能过不久你也会看到我掉眼泪了。不过下次还请你哦，不要再PO这类的文章了，开会当面反映会比较没有误会啊。是，露露姐。啥呢？你得给挂灯，啊！无你是要叫永伯来接无？哎呦！啊，主任卡袂通，煞袂晓卡手机啊！哎，稍等下，稍等下，是啥物人成功卖甲卡手机啊？啊，无会去影响到宴饭的上班。我已经甲卡，伊无爱接，我无法度啊。好生的礼物，啊，敲一个电话，甲讲一声多谢，安尼也才艰苦。喂，燕饭呢？喂，妈。啊，打好班小。嗯。无什么代志啦。啊吼，煞毋知恁爸爸接到你的礼物，啊想要甲你讲一声啦，啊佫麻烦人师姑吼，啊甲咱三哥实在有够歹势啦。最近工作比较忙啦，没有办法休假，所以才请师姑帮我寄回去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对啦，我听讲吼，你甚物去上网讲你写甚物物件啦？啊，我顶面的长官拢知影吼。妈妈甲你讲啦，咱伫外口咧做工课吼，唔通牵人伤计较，啊，一切吼拢爱以和为贵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啦，妈，你不用担心啦。对了，你寄来的维他命，我有收到了啦。维他命？嗯，对啊。啊，毋是毋来行出去。无怪哦，迄天我咧问恁爸爸讲吼，伊啥物买遐尼侪维他命吼，伊安尼硬甲吞吞吐吐啦。啊，好啊好啊，莫阁讲啊啦，已经暗啊，你赶紧休困吼。哎妈，那个爸，就我的那个礼物。你是要问讲吼，有介意是无？但恁爸迄个个性吼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啦，伊是绝对袂讲的啦。啊，不过我看得出来吼，伊实在足欢喜的啦。啊，你送伊迄被单吼，伊安尼甲款甲好势好势，放伫个衫橱上盖内底，吼，敢若宝贝共款的啦。那店员说。那东西要拿出来用啊，不然一直放在里面会发霉。我知我知啦，我会跟伊讲啦，吼。好啊，阿妈阿妈，啊你较早休困的啦，吼。再见再见啦。燕饭公，感谢你寄给伊的维他命啦。我甲寄去慈济医院的急诊处，安尼也收会着。无啦，我就是当阵哦，
雄雄一边买者伤多啊，啊，我惊伊讲，若食无完，倒去歹去，毋知惊伊会。凊彩你啦，阿妈伊要甲你讲吼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到我生日也毋是今仔日啦。伊知影啦，啊，就是惊讲吼，你生日迄天吼，伊拄好咧无闲，毋才想讲提早甲你讲。迄无闲甲安尼吼，我看爱等到倒一工啊，咱去急诊的去挂号，才见得到伊啊。咦，你这人足奇怪呢，啊，迄鸡嘴除了啉酒吼，那啥物好话拢讲袂出来呢？出。啊，你家己。下班后为我们出气，简直是正义之神！来来来，好，开会了，开会了。嗯，来，哎，你等一下，要不要上网写一下文章？内容就是帮我们护士调薪。好了好了，大饼，别闹了。啊，一件重要事情先讲啊。我们的急诊室里即将有新的生力军要来报到了，希望各位能够成为新进人员的模范，让他们能够尽早的成熟独立。当然也要请负责带新人的学长姐多费心啊。嗯，你放心啦。好。露露姐，嗯，露露姐，什么事？那个，你刚才说，我也要负责带新人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都有点自身难保嘞。你都已经进来这么久了，还说自身难保，会不会太丢脸了？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话，那带新人绝对是你进步最快最好的方法。嗯。可是没有可是了。如果你带得不好，我也会立刻把你换掉，不会让学妹跟你一起没有成长的。还有，当了学长以后，不要让人家再叫你范范了，不会太可爱了吗？那也是别人要这样叫我的。他叫玉馨，燕范，以后靠你了。玉馨，他是要带你的学长，叫李燕范。学长好。露露姐。CD 车上有一定的白发，这样用起来才会顺手。谢谢学长。这个是我们缝合室，那这个是我们急诊的 X 光室，那这边是我们的流光区。哎，来来来，那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就是我们急诊室大概的环境。没问题。好，那我问你哦，这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。消炎镇痛。嗯。哦。这个嘞，这个作用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。好，那我告诉你答案，你要不要把它写下来？写。你的笔记本呢？学长，我没有笔记本。那你记得回去要准备一个笔记本。我们急诊室有太多东西要记了，光是一个脑袋瓜是记不住的。
哦。好，知道了。学长，那你口袋里的笔记本可以撕两张空白的先借我吗？那你有没有笔？没有，可以顺便借我一下吗？啊，这个上面有写。知道。哦。嗯。这也是。所以我刚刚说的，你是不是都忘了？我再介绍一次给你。嘿嘿。这才是来的菜鸟啊！你也蛮不来是给我趣味的。学妹，你剩下五分钟的时间，可以把这些东西吃完。好。别好了，你动作这么慢呢？如果病人再多起来的话，你连哈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可是学长，我也很想快啊。可是每次我去送药的时候，病人跟家属都会问我好多问题，我又不能不回答。我再提醒你一次哦，如果啊你不知道的事情病人问你，你绝对不要随便回答。尤其是涉及医疗的事情哦。我知道，你有跟我说过。啊，对了，学长，你看。这是我新买的笔记本，你看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陈玉馨，你上面写卖纸尿裤最便宜的药局，最好吃的素食店。因为病人问啊。病人问。然后呢？因为病人问，我不确定，所以就把它写下来了。对了，学长，那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卖最便宜的纸尿裤吗？这一堆数字又是什么啊？客运时刻表啊！我发现我们医院很多病人都是从花莲的山上、郊区，甚至台东来的。所以我已经被问过很多次医院有没有客运时刻表了，所以你就把它抄下来了。嗯，陈小姐，你是时间太多了吗？如果你能够让病人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出院，一定会比你让他们知道哪边可以买到最便宜的纸尿裤还要感激你。可是学长，这些也是病人遇到的问题啊。你怎么不把这个时间好好用来充实你的专业知识？好好来住医嘱嘞。对了，上次我问你的问题，一瓶500毫克的止痛针剂，用10cc 的生理食盐水稀释后，会变几毫克？我忘记了，我马上想啊。连板连板，有丢哎。来走。没有卖摩 VT， 没电机哦。这里，这里哦。上来哦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六下，七下，八下，九下，十下，十一，十二，三，四，十五，十六，七。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一、四二、四三、四四、四五。十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九六、九七、九八、九九、200。确认脉搏，没有脉搏 VT。好，准备练肌哦，可练啊。好，继续。
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六下，七下，八下，九下，十下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你去找一下家属，看一下他们在哪里。我去好了，你去写一下护理记录，好。对不起，我好多了，我才刚来到精神室没多久。还没救到什么人，今天就一个病人从我手里走掉了。不要这样想，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，而且已经是 DOA 了，病人到院前死亡了。是啊，只要过程我们尽心尽力就好了，结果就交给上帝就好了。难道上帝看我们这么努力就不能有每一点鼓励吗？你才刚来急诊室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可是你想想，如果你为了一个病人而忽略了其他的病人，这样对他们来说公平吗？我晓得，我会赶快提起精神。好，我不哭了。哦，可是好难哦，我只要想到那个病人再也回不到他家人身边，我就控制不住。学妹，我看你快交班了，你就先回去休息吧，平静一下你的心情。哦，学长，现在这样也没有办法工作啊。好啦，回去调整一下心情，明天精神饱满再来。学姐。学长，对不起啦，我太没用了。每个医护人员都会有这样的第一次，每个人的反应跟处理方式也不一样，哭出来未必不好啊。回去吧。学妹，这不会是你最后一次遇到死亡，希望你早点习惯，好好调试自己心情。并没有太在意学姐说的这句话，直到几天后我才了解，有些事你得把它永远放在心里，并且永远不能习惯。小美，学长好。你干嘛啦？你最近不是在带新人吗？当了大师兄，老前辈了。虽然没有加薪，但还是恭喜恭喜。工作变多，责任变重，是有什么好恭喜的啦？太远，不要这样想，这也是一种荣誉哎。那燕范。你是变瘦啦？有吗？嗯，看起来这新人不好带哦。哈，这样也好，那你可就知道当初带你那些学姐有多辛苦了。是，
事啦，我已经有在反省了啦。好啦，你知道我做什么？昨天晚上啊，我本来想要好好吃一顿全花莲最好吃的潭大陆炒饭，可是却没有开。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爸生病了，住进军的加护病房，已经两个礼拜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太忙，都没有时间跟你联络。我每天都在面对生老病死，同学见面还要讲这些，我才不要哎。不过你有什么需要帮忙，都可以跟我说。我最近常在想，阿甘学长养的那一只老鼠，他可能每天都以为他自己跑了很远的路，可是其实只是绕着那个小圈圈转而已。他自己不知道吧？我们人不也是一样吗？生生世世都脱离不了生死轮回。别沮丧，甘美，会没事的。很讽刺的是，我们医护人员每天都在接触生死，可是却到了自己的亲人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，才发生这件事情。早就习惯了病人来来去去，可是对病人而言，生死关头怎么可能习惯？习惯。所以奇怪，也许是看透这些事情，所以对于工作的厌倦、家属、病人的不耐烦，好像都消失了。你看啊，我爸连生病的时候都不忘教我一些事。难怪那时候我学姐说，习惯也未必是好的。我现在大概了解她的意思了。对了，我可以去探望伯父吗？走吧。以前我总是忙着工作，我帮忙着在店里生意，根本没有什么时间相处，有时候好几天才可以碰到一面。现在他住在加护病房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，每天都可以跟他说好多好多的话，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，我爸到底听到了没有？
无罪啦，莫搞酒啦。吴先生，你不要动。我饮酒，你搞差干么？酒给我过来。我要饮烧酒啦。哎，我来讲哦，迄若讲到饮烧酒，唔是你三当五当就讲会透气的。酒嘞啊！侯助理，我那是不要再动，你在流血，会失血过多。哦，都听了，麦甲哦，都听。会听啊！啊！不要听啊！我你敢有想啊？无搞啊！哦，闪啊！嘿嘿，奇怪，天花板内是玲珑。你明天买走啊？连发，我要饮酒啦。连发，走啦。哦，那明天买叮当呢？师兄，麻烦你，帮我看一下他哦。我饮酒好无？哎，少爷，你帮我灌两罐酒来。怎么啦？你在想什么啊？上帝的天堂跟酒精的天堂，到底哪个比较好啊？为什么他们整天都用酒精麻痹自己？这种失忆的问题，我想你问古先生会比较好。不过他很会冷笑话哦，要等他清醒很难。嗯，喂，喂，小姐，喂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等，阿弟，阿姐，我给你破病。老家公不多去，走路阁无方便。你就甲阿公斗三工一日啦，好无？哦，可是我……你放心，你帮我买一包，我来补一支药，啊，不，半支药，无阿叔，哦。陈小姐。梅阿公，哈，什么代志？我拄仔是传去甲恁新来师妹伫讲，我临江啊办一寡佣人回来，予恁急诊的护士。啊，你敢无感觉？恁两个穿上佣人花，你看。规身躯安白色色，吼，还佫兼着薄薄的气味，哦。阿公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急诊已经很忙嘞，你就不要再来乱了啦，吼。而且还，你是要去哪里啊？学长，你不是说急诊室很忙，我先进去帮忙啊。你是知道要帮什么忙吗？你知道哪些能做，哪些不能做吗？而且刚才。你是不是還想要帮阿公买烟？好啊，别干命啊，拢是我唔好啦。可是我也很犹豫啊，我知道抽烟很不好，可是我突然想到前几天那个 DOA 病人，阿公现在是还好好的，可是万一高血压突然发作就过去了怎么办啊？所以我才想说要完成他生前最后一个小小的愿望啊。哦，原来你是为这原因在等我。好，我们结婚。哦，免去买婚啊，哈！我要等我病床来倒啊。哦，免去买啊。我看我今麦我的血压真正压起来了。每一个人
家人没有来带你，可以吗？啊，我也无安怎啦，歹势阁甲厝内底人添麻烦啦。也是啦，喝醉酒吼上身又很危险，还是不要让家人担心比较好。嘿哈，我知影啦，谢谢哈。当学长带新人很累，对吧？我不是说我休假回来要考你的吗？我每天回家都快累死了，一看到书就睡着了。阿娘也别管了，跟我怎么关机啊？嗯，院长了，买了，买了，好了，在一起了。哦，你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？在温暖的家，也会有很难念的经啊。我怎么着？你都在搞什么呀？好了，先生，我们没有等你，东西先放下来了。我求求你们，东西扔了。我带着爱前进，在最需要的地方扎营，带来你的笑，带来你的梦，用爱一分一秒痊愈伤口，宽阔的心能为别人分忧，丰富了生命。笑让我感动。如果有一天每种痛都成过眼云烟，把希望种心田，让慈悲的泪水灌溉出幸福笑脸。咿咿耶耶，带来你的笑，带来你的梦。心能为别人分忧，丰富了生命之旅。你的笑让我感动。